运动系速度，我预期会可能会抢答啦。你哋有冇发觉港马系好劲噶？不过一起步嘅时候啦，光头嘅见到就系本初之海啦。运动系反应，做得主持有路就一定要噶啦，临场发挥都非常之重要啊。我欣赏吴启扬啊，知唔知波佢？绝对唔系花瓶啊。运动系企位。阿 Will 再两秒先慢慢移过嚟，你系纯粹怕孤独咋系嘛？起码大家一齐揽炒啊嘛呢度。交棒俾呢班后浪上位，由运动系重新定义运动系。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带俾你。哦，运动主持都要选，星期一晚10:30 ，Feel TV。